大家好，我是 Kadian， 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绍西区大型屋苑。这个单位是位于白座一个极高层的海景单位，实用面积为1271呎，是一个四房套连工人套厕的间隔。由于今天天气呢就真的麻麻地了，不过好在呢客厅呢就采用一个很大的落地玻璃，所以采光度就非常之足够。那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客厅的海景啦。堪称得上楼王，当然除了间隔要实用之外，还要坐拥这个饱览180度的海景。除了这个海景，就当然是间间房都有海景啦。我们事不宜迟，快点跟大家入去望下。我们看到业主都做了一个巨型的入场大衣柜，虽然是这样，都还可以放到三边落床的。左手边就是厨房，这个厨房都有海景的，没有说煮东西的时候都真的心情挺舒畅的。如果大家对我刚才以上介绍的单位有兴趣，可以随时 WhatsApp 我，我们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